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偶像女团 SNH48 的成员刘丽谦，日前在直播过程中突然出现吐血情况，吓坏在线上的粉丝网友。之后则传出她已被送往医院检查。刘丽谦六日晚上进行直播，与粉丝互动，不过直播到一半，她脸上的表情变得不太对劲，没多久就突然口吐鲜血，嘴巴流出一滴血，随即她就切断直播，不少粉丝都很担心偶像情况。之后刘丽谦的后援会发文吐近况，指她当下先去找校医，学校又联络医院开车送到医院。刘丽谦之后也回应要住院观察一晚，并先禁食一天，等做胃镜检查。刘丽谦在直播过程中突然出现吐血情况，编辑张艺佳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，老板。